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碾碎他！ 不行，我得进草里边吹。全军出击！两浪眼，啊，两浪眼，两箭矢。 好像没有见识，我戳你一下，戳一下平 A，中风。 戳一下，往前走，哎，平A接戳，中风。那卷布这刀我也是没想到。其实我们是最好是一级跟着落手多拼一拼，一过来平A 一Q2连一走。 一上来戳一刀，吃个药，一过来，再戳一下。一上来戳一刀走位，一过来，平雷接中风，呀，居然不走位，来人赶上了，这是戳一下。 给我中风！一过来，一 Q 二连平 A， 一过来点燃 A， 戳一下 ，A 接中风，呀，这都没死，差一堆堆。Q 闪一死，还不如回家。 他是没有办法去丢这波兵，你知道吧？有的人，有的人就这样。这兵你说他要不要？他不要吧，他难受；他要吧，他要不了。哇，再来一波兵，1100。 在补刀，这补刀是好是不好啊？这补刀，啊，你们说他补刀，我没看见，还有心情看别人补刀呢？戳一下，一上来戳一刀，一 Q 二连平 A 一走，戳一刀 ，A 一上来 A。 戳一下平 A， 平 A， 平 A， 平 A 接中风接平 A， 接 A 接戳接一过来平 A， 接戳一刀接平 A， 其实我一技能啊，稍微是有点快了，刚才那一，不过还好他的血量吧不是很多。回首往昔。 什么打野？头打野。
压了。咱先来个繁星的提醒吧，这把不出绿叉了。戳一下，再戳一刀，先去插个眼的，看看猴来没来啊？一上来 ，A 接一扣耳链，平 A 接大招，戳一刀平 A， 戳一刀 A 点炎。一口耳链，一开始不凶，想凶的时候晚了吧？他打皮了。1450，这把呀是劣势，我们穴位是稳一点啊，稳一点，小稳一手。此简直是愈战愈烈，我就不狼了，这把我决定一点也不狼。红还没刷，那说明猴呢不太会来啊。等流血消失啊，痛风，一扣耳链平A，一扣耳链平A接痛风，接 A 接一接大招，接戳一下。重风，找到这猴，你这给我卡了一下子。我打不了，哎，一口耳链平呗，一口耳链一回来，一过来戳一刀，啊，重风 ，A 戳 E 平呗，大起来，戳一下点炎接平呗，快打一下，对，回血。我们已经有点无敌了，红 buff 可以拿。
硬风，戳一刀一过来 A 接冻风，平 A 平 A 接戳一下，这猴没有大 W 戳一过来平 A， 哎，为啥这个 W 中了呀？哦哟，这个 W 能中，这个 W 要没中我们就反杀了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W 不能挡，我知道不能挡，我用 E 来躲他的 W， 你没看见吗？你没有看见我在他 W 我的时候，我 E 到他身前，然后躲他的 W 技能吗？没看见吗？只是稍微可能慢了那么零点几秒，然后中了。用闪躲他打不死我，其实我能打得死，刚才火蓝能杀，其实五岁浪迹天涯，却为圣功1150。拖一下，没地儿去了呀，只能在上路跟着落手玩一会儿了。去把峡谷先锋打了。把峡谷先锋打了，我们可以推个上路。猴怎么回事？这我中风，这老猴杀我不抓得。峡谷先锋拿下，我们推上了二塔。现在我的攻击力正好差一点点。那洛克萨斯之手都不理那猴，这猴不中风吗？一个把死，上高地。没事，他下路还对线呢，赶紧拆。哎呦，没挡掉，亏点血。
打个红去。我靠，差点给我烫死，好痛啊！谢谢植被芽的办卡啊！差把无尽，上路已经没了啊！上路一没，别的路就好推了，赶紧推塔这一把。这把其实不好打，我们比较脆，对面下路又比较肥。我只要死一把，让这维恩杀了，我不就难打了。所以赶紧啊，跟我的布拉德把下路给他推了。来来来来来，可以上可以上，我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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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一口耳裂平嘞，一口耳裂一走，吸血冻风戳一下，再戳一下，戳一刀，戳两刀 ，Q 闪，哟、哦。重方 W 一口耳裂 ，A 绝戳，重方，快快快救一救救救救救救，队友呢？不狼了，哎，我走了，今天是稳健猴，那能行吗？你怎么死的？你能跟我解释一下？我没太看明白，这是发生什么事了？没人管，我可拆了啊！无尽2100，这是要抓我呀！我一瞅。哎，我反其道而行，杀一波火蓝，一口耳裂一回来，一口耳裂走了，几个人啊？我们去上边，嘿嘿，不好意思，跟你要会儿圈儿。哎，没溢出去，溢出去把维恩杀了，角度没调整好。不管了，这波不打了，我决定这一波呀，把对面高地给他拆了。推塔游戏杀人，还是没意思的。走位，他中风，一口耳裂 ，A 接戳接一过来，啊，人有点多呀。这不是一个好消息，其实这把并不好打。你看那维恩杀了10个，虽然对面掉了7个塔啊，但其实不是那么很好打。
我们无尽队友打大龙，去打。还出虚区，出虚区啊！你跟为人出右庄啊？难道啊？快走啊！快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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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别打！那可打不死，我有盾弓，人有点多，怎么不打大龙呢？哎呀，磨磨唧唧半天也不跟那中路干啥，打大龙啊！那回来这老些人就打龙呗，你说打小龙也行吗？小龙拿了一条，再来个吸血。他们打不动打龙，不可能。他们不可能打不过大龙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有卡莎。我破败出完出春哥，春哥以后我们直接开始团。哎呦我哥哥，我的布拉德，这什么虚区？好痛啊布拉德。下波我跟他们一块儿去打大龙，你不会连零杠七的都打不过吧？哎呀，我天！零杠七你都打不过，那还能怎么玩？你说一个零杠七的，你说你都打不过他，那你说还怎么玩，兄弟？你说还怎么玩？是不是有点难玩？这怎么办呢？对面是不是要打大龙？我的问题，我这操作这波有问题。我刚这波操作穴位是有点问题，我犹豫了。我刚犹豫到底要不要 Q 三，哎，犹豫了。还好我装备好，这波纯粹就是装备好。跟那些其他的都没有关系，我皮了。
你刚上提，那不有防御塔吗？我不是为了拆塔吗？跟这有什么关系？他在塔下让人杀了，俺们在对面塔让人杀了，这能一样吗？这不一样。来个春哥可以团了的，还剩一座防御塔，两座防御塔，最后两座塔，小龙，来来来来来，龙魂打一波，这波我们无敌，我神装了。你往这边扫啊，人家人都搁左边呢。哎，这可怎么整？中方接大招，踹一，踹下一，你杀我啊，小维呀！我这心血你看得懂？一波吧，没有把他们最后的这个兵营给他拆掉的。